已对朝释放警告信号。此外，韩美军方当天起至15日举行危机管理参谋训练，并将于18日至28日正式举行上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韩美普遍认为，在朝鲜即将迎来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诞辰、太阳节及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之际，美航母驶入半岛东部海域，旨在对近期接连射弹的朝鲜发出警告信号。朝中社报道称，朝鲜今年初以来已进行了9次导弹试射和2次侦察卫星试射，其中包括3月24日成功试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4月6日称，美国认为朝鲜可能在太阳节进行核试验或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鲜半岛正式进入4月危机。韩国世界日报12日报道称，随着朝鲜迎来重要节日，美国派遣核动力航母抵近威慑，半岛局势正出现强对强对峙局面。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朝鲜半岛未来论坛理事长、青瓦台前外交安全首席秘书官千英宇的话称，朝鲜一直对美国航母进入半岛海域反应敏感，而美国此举旨在向朝鲜释放不要轻举妄动的信号。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坤称，拜登政府此前未对朝鲜的挑衅做出特殊反应，却在4月15日之前一下子把警告级别拉升至最高。另据韩联社12日报道，韩国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相关人士当天表示，交接委正在讨论将朝鲜是主要敌人这一表述重新写入韩国国防白皮书，但具体措辞尚无眉目。该人士称，朝鲜为首敌是当选总统尹锡悦的竞选纲领，交接委正以相关小组委员会为首研讨如何兑现承诺，但具体提法还在讨论当中。同日，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在仁川市政府大楼前举行示威，表示美国计划派航母与韩国进行联合演习，其中就包括以应对朝鲜和威胁为借口，对朝进行广泛、精密、先发制人打击的内容。示威者指出，对朝先发制人打击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违法行为。韩美制定新的对朝打击方案和计划，让驻韩美军参与朝鲜半岛以外战争的做法，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韩美相互防御条约。市民团体要求立即终止将朝鲜半岛推向危机的一切行为。